烤箱读书会，聪明读书会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阿达叔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宣荣姐姐，欢迎电视机前面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烤箱读书会。阿达叔叔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出点意见啊？这么多旅游 DM 啊，你要出国度假了是？看起来都是欧洲哎。对啊，因为妈妈她想说要去欧洲走一走，然后想说在今年可以完成她这个心愿，而且可以带全家人一起去玩呢。不错，我看看哈。那叔叔，你觉得要去哪里啊？英国，很符合你的气质哦。对，非常有气质的地方。意大利，啊，美丽，太漂亮了，可是你去意大利一定要小心，包包要背前面，扒手很多。德国童话大道。这个该去，因为你好像走进人间仙境，好像是个童话世界里面。对呀，可是，去一趟欧洲要不少钱。对啊，而且你们全家去，钱存够了吗？还没耶，不过我们已经想好了，大家一起努力，然后开源节流。我跟爸爸就负责赚钱，妈妈跟弟弟就负责省钱。不错耶，全家人一起完成一个梦想，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对啊，很棒吧？我现在觉得啊，当我们有了这个梦想之后啊，大家彼此的心就更紧密在一起。是，就算不能出去吃大餐，也不会觉得可惜哦。所以加油喽！好，小朋友来了，我们去开门。Hello， 来来来，欢迎参加烤箱读书会。大卫啊，你拿什么？就看就看。哦，这是我特制的按摩券，一张10块，一次10分钟，怎么样？阿达叔叔，要不要我帮你马上听一下啊？是哦，看起来不错哎，来给我20张。我每次录完烤箱读书会啊，腰酸背痛脚麻，很需要有人帮我按摩。那我也要，我也要啊！我来个50张好了。50张，你今天赚不少哦，不错。你为什么突然想做这件事？因为我想和爸爸妈妈一起存钱买一台按摩椅。爸爸妈妈他们上班很辛苦，下班常常会腰酸背痛。虽然我们会一起互相按摩，可是手会酸。如果家中有一台按摩椅，这样就好了。这可是我们家最近的家庭目标。是哦。可是大卫帮人家按摩很累耶。想到爸爸妈妈下班随时可以享受按摩椅，这样想就不会觉得累了。真不错哎。按摩椅很贵。对呀。可是我相信你们家这样，大家一起努力，一定很快就可以买到按摩。这倒让阿达叔叔想到一个我很喜欢的故事哦。什么故事？什么故事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先去做点心，我再跟你们说这个故事啊，跟大卫家有一点像。好，我们先去做点心吧，走走。耶！大家一起来做点心喽！我们要准备什么材料呢？草莓果酱150克，草莓粉1小匙，鸡蛋2颗。白细糖80克，奶油170克，牛奶50克，鸡精面粉200克，泡打粉1小匙，老苏打粉1/2小匙。阿达叔叔，你今天要带我们做什么点心啊？做一张红色的圆形的小沙发。可是为什么是一张红色的小沙发嘞？我知道，跟他今天的故事有关。没错，好聪明。我不是说要讲一个跟大卫家很像的故事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家人呢？他们像大卫他们一家人是很努力的存钱，要做什么？要买一张按摩椅。那个故事里面的那家人呢？他们要很努力，全家很努力的存钱，他们要买一张红色的沙发。所以我们今天先教你们做红色的小沙发。好，其实这个蛋糕你们之前也做过，你们一定会做的。我们不用大家伙，我们就用这个就好了。谁帮我弄？当当，我好，当当来，那个丽妍，丽妍先帮我把蛋倒进去。蛋，对，小心哦，全部倒进去。对，还有糖也是全部倒进去。糖是哪一个？糖在哪个 ？OK， 好。哇，那这个应该也蛮费力的。对，来，我要加速了。倒第5段，超高速。怎么还没爆那一颗 ？Turbo， 快 ，Turbo。哎呀，你太慢了！好了，给大卫，很难喝。大卫，来 ，Turbo， 大卫，我跟你讲，手劲就是不一样，按摩。对，所以等一下我们一定要靠他。难搞太好，我买20张。我买50张。这个手劲完全不一样。一边搅拌一边倒奶油。看刚刚的是，这是奶油。对，这是奶油。
怪为什么奶油你一定要这样，不然它会奶油会沉在底下，你没有办法拌均匀。没有，好了，来给我。厉害厉害。好，完了以后呢，来，请丽妍帮我加牛奶。哦，牛奶先来加。牛奶，跟刚刚一样哦，跟刚刚一样。也是慢慢的吗？慢慢搅，慢慢加，慢慢加。慢慢加。好。听到都才开始。好，再加，不然它颜色也变了，对。倒进去，变得稀稀的，对不对？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个蛋糕的样子。好，我们准备一点点草莓粉。哦。很香，有没有？嗯。没闻到啊。你没闻到？有没有？一次加下去吗？看，注意看这个，哇，变什么颜色？变什么颜色？桃红色，橘色，桃红色啊！变成桃红色，变成红色，对不对？桃红耶！好，这样就可以把它拿起来了。然后接下来是把面粉跟泡打粉，还有小苏打粉都放进去。然后呢？加上去，然后开始筛筛筛，来筛，开始。下雪了，为什么指定都是丽颖小姐来做？好，这是谁做的？我又变白人了，白人先生，我是白人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蛋糕，对不对？要紧盯着。哇，变粉红色小沙发，是粉红色的耶。草莓的香味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放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这是什么？果酱，草莓果酱，对不对？我要有，等一下，不行，这个我要用，全部最好找那个有颗粒的草莓果酱，有颗粒的，对，但是我们不能全部放进去，我们要留一点。为什么？给我们吃。等一下还要，大叔叔给我，太可怕了，放在那边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那边，怕被偷吃。啊，大叔叔忘记给我。你看这样有没有变得更红一点？嗯，好好吃的感觉，好好吃的感觉，感觉像是现在就可以先吃了。丽妍帮我拿着这个杯子蛋糕的感觉，为什么不能大家都做一个？好，来，那来奇遇帮忙。我要。好。OK。阿德叔叔，你为什么说要有一点颗粒状的草莓？你不能用那种，最好不要用那种。一般我们吃面包吐司的那种，因为那种水分含的比较多，那这样的话蛋糕吃的质感就不会那么松软。对。好，剩下这些果酱要做什么呢？涂上面。放在上面。是装饰吗？还是？跑出来上面就一点点红红的。扔到后面去了。放进烤箱，放进烤箱，然后180度，大概烤25分钟。25分钟，对。阿怪说就可以有沙发可以吃喽。我们再从沙发就好了，走，我们去听那个小女孩存钱买沙发的故事。好，走，等等，走。耶！今天说我要讲一个跟大卫他们家很像的故事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大卫他们家全家人一起努力要买一个什么？按摩椅。按摩椅。你看他们全家人一起买一个按摩椅，对不对？这一家人他们要全家一起买什么呢？红沙发。对，给妈妈的红沙发。这个小女孩她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小女孩。什么是单亲家庭？就是一个人没有爸爸吗？没有爸爸或没有妈妈。对，她没有爸爸，所以他们家只有外婆还有妈妈跟她住在一起，那妈妈就要工作很辛苦啊，所以小女孩每天放学以后呢，就去妈妈的餐厅去帮忙。妈妈在那边服务客人的时候呢，她就在厨房里面帮忙削马铃薯啊，帮忙洗碗啊，所以餐厅的老板呢也会给她一点小工钱。她每天拿到钱跟妈妈一起下班的时候就好高兴，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干嘛呢？把钱放在哪里？一个大桶大瓶子里面哦。他们每次回去，妈妈就把她那天赚的小费呢，她就把她的工钱呢全部放在这个大瓶子里面。不只是这样哦，连外婆今天买菜要剩下的一些小零钱，他们也都存在那个大瓶子里面。哇，每个人晚上吃完晚餐以后都好累哦，都坐在那边，可是他们都只能坐在小矮凳子上，好怪哦。你知道他们那个大瓶子要拿来做什么？买一个大红沙发。对，就是你前面看到的那个大红沙发哦，这就是他们的梦想。他们要买一张这样的红沙发。
大的红沙发，上面都要有好多的玫瑰。对，上面要有很多很多很漂亮的玫瑰哦。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买红沙发？因为他们家原来的沙发被烧光了，那是去年的事。那一天呢，小女孩跟她的妈妈去街上买鞋子，买完鞋子回家的时候，突然发现他们家门口有好多什么消防车，然后到处都是浓烟密布，有邻居就跟她说，你们家失火了，你们家失火了。那小女孩就好紧张，说惨了，谁在里面？外婆。他们叫外婆，一直叫外婆，一直叫外婆。后来外婆终于从人群里面跑出来，说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好了，外婆没事就好，但是他们还是很努力的找另外一个东西，他们家的猫。找了半天，他们家的猫也没事。他们想说啊，人跟猫都没事，那就好了。可是他们家的东西全部被烧光光了，而他们家被烧得乌漆抹黑的。那他们只好搬去跟大阿姨住在住几天，然后之后又搬到这他们楼下的公寓住。然后他们把油漆房子都油漆好了，漆成红色黄色，可是屋子里面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，对不对？这时候左邻右舍就来帮忙了。他们搬家的那天呢，有人拿了一张桌子三张小凳子，有没有看到前面的一张桌子三张小凳子来给他们？有的人呢爷爷就抱了一个大地毯来给他们，然后他们的小阿姨呢帮他们做了一个红白条纹的窗帘，还有人带来了披萨冰淇淋，还有好多吃的东西。外婆就跟大家说，你们是世界上最好心的人，我们非常感谢你，幸好我们还年轻，我们还可以从头开始。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们就很努力的要存钱了，所有的钱，每天的零钱通通存进去，存进去，存进去，存了一年多。哇，这个钱终于怎么样，满了耶。所以他们可以去买什么红沙发，这样妈妈下班回家的时候就可以坐着休息，然后呢让小女孩跟大像大卫一样帮她按摩。好了，那天妈妈放假，他们就把这桶钱扛着扛去哪里，扛去银行换成纸钞。换完纸钞以后呢，他们就去家具店找沙发，第一间没有他们要的红沙发，第二间也没有，第三间也没有，第四间也没有。找到第四间的时候呢，终于看到了他们梦想中的什么红沙发。于是他们就说好，而且这个价钱他们买得起哦，考虑就不讲，说好，我们就把这张红沙发买下来吧。然后呢，他们第一件事情，妈妈第一件事情就打电话给那个大阿姨跟姨丈说，哎，请你们开车来帮忙载，因为他们已经等不及，那个家具店的老板帮他们送货了。于是小女孩就坐着红沙发一路回家，对，然后呢下车把红沙发扛进屋子里面，沙发就放在窗户旁边哦，靠近红白条纹的窗帘旁边。那外婆、妈妈和我坐在沙发上，让大阿姨帮我们拍照。现在白天的时候呢，外婆喜欢坐在沙发上和窗外走过去的人聊天，妈妈下班回来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新闻。吃完晚饭以后呢，小女孩就挤在妈妈身边，如果呢不小心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，妈妈伸出手正好可以把灯关掉。这就是他们拍照拍的照片。哇，哎，这个故事里面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？对啊，他们家被烧掉了，印象最深刻是火灾，这个吗？对，烧的乌漆嘛黑的，是不是？因为这是最精彩，对，最精彩的，就是呢，它唯一只有那边是黑色的。哦，大卫说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，有人拿了一堆，为什么你觉得这个让你印象最深刻？因为有吃的，因为大家很热心，哎，大家很热心。阿达叔叔，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，是火灾那个画面，是这张啊，可是是他们三个人的色彩，你有发现到吗？就是整个画面感觉乌漆抹黑，可是他们三个人的色彩跟脸上的表情。萱蓉姐姐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你看他们脸上都没有愁眉苦脸，对不对？哎，他们的乐观带来什么样的结果？很多人热心帮助他们，很多人热心帮助他们。他们有没有说，哦，我们家失火了，你们应该来帮助？有吗？没有。他们外婆反而说什么，谢谢大家来帮忙，对不对？你们是全世界最好心。可是他们有没有因为这样就放弃，说，哎呀，我们家现在好穷，什么都没有，好吧，就算了。有吗？没有。他们一起努力做一件什么事？存钱。然后呢？买一个红沙发。红沙发是那个小女孩要为自己买的吗？还是要为谁买？为妈妈。因
全家人一起买，为妈妈买，为外婆买，他自己也可以怎么样？他自己也可以坐在上面，对不对？那小朋友，你们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？然后你们怎么解决的？比如说遇到什么挫折，事情一直做，一直做都做不好，然后要做好几次。当然欲言又止，有什么？你遇过什么？我上课上猪上课的时候，然后就有一题一直错，一直错，然后订正还是一直错，然后最后我就有没有很灰心，想说我不要算了啦。最后也没有算出来。最后怎么办？最后，然后后来我就受不了了，所以我又只好作弊，又用直视。结果后来用直视算。他用直视算。用别的方式去算就对。这也不算作弊啊，是转个拐个弯，用不同的方式去算出来。对。如果你现在想想看哦。我现在想要想一件事情，跟全家人一起做，你想要做什么？还没做的，你想想看，你可以想一下，计划一下。我要想一件事情，跟全家人一起做，像萱蓉姐姐啊，她就想带她的妈妈，全家人一起去旅行啊。那大卫呢？大卫现在是想是全家人一起买按摩椅。对啊，大卫很努力。那你们呢？想好，我现在全家人要一起做一件事，你想做什么？去公园玩啊！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想要全家人一起做一个大的蛋糕。嗯，为什么要做蛋糕？因为这样的累的时候就可以偷吃。可以偷吃蛋？是什么？家人都不用去上班，也不用上课，然后每天下雨就是钱，然后钱掉下来。这是做白日梦吗？对啊，因为里面都每天一起做白日梦。全家一起做白日梦。对啊，阿大叔叔，哎呀，红沙发，我们有个沙发。哎呀，我们今天也是做红沙发哎，在烤箱里面。哎，我们的沙发该不会变成黑沙发？为什么？好，我们赶快去看一下我们的红沙发，走。走吗？好，来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红色小沙发，试试看吧。这个红色小沙发的味道如何？哇，有没有草莓的香味？好香哦。丽妍觉得怎么样？我还没吃过，好香，好好吃哦。是哦。回家以后我要跟妈妈说这个故事，叫她带我去阿拉伯玩。你去阿拉伯，所以你们要一起存钱去阿拉伯玩。我很佩服故事中的小女孩，虽然他们家发生火灾，但他们还是努力完成梦想。我也要努力完成我们家梦想。祝你们家早日买到你们要的什么？按摩椅。按摩椅。小朋友都说的真好哎，其实全家人都应该像这样一起面对困难，也一起享受甜美的果实。是，好，赶快吃吧。我等一下约了一个人跟你们一起玩游戏哦。谁？Uncle John， 是，赶快吃，吃完以后 Uncle John 就来了。欢迎 Uncle John。Hello。Uncle John 今天要带我们小朋友做什么样的体验游戏？是啊，我看你拿了一堆毛线。对，我们这毛线不是要用来打毛线的。今天我们读的故事是妈妈的红沙发。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玩一下妈妈的红沙发配合的一个体验游戏。我先卖个关子。那我要小朋友到中间先一圈，站到中间。但是我看到只有五个小朋友，说薰蓉姐姐你要加进来，因为我们要偶数才可以玩，才可以玩。对，那你也加进来。好，先请你们伸出你们的右手，找一个人握手，握手。我跟你吧。好，然后呢，你们两个就拉一条线。好，我们俩拉一条。你们两个拉一条线。来，你们拉一条线。右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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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手对右手。好，拉好，好，伸出你们的左手，找另外一个人。牵手，好了，好，拉住一条线，拉住另外一条线。那现在我们就是要用你们的头脑，现在大家都卡来卡去的，怎么样把它解开呢？开始。哎，小渣渣可以吗？小渣渣不行啊，你要转过来，转过来。还有谁？打开了吗？打开了吗？好，打开大的，打开，打开。哇，这么快！是有人是背对着，背对着没关系。哦，你们太厉害了，我不相信。好，再进来，居然没有挑战到你们，线都还给我。好，我准备跟阿达叔叔一起下来玩。好，来，大家伸出右手，右手，找一个人握。我跟阿达叔叔，那我你来。好，然后我不要毛线。左手，
找一个人握。好，他用手握。还有一个人，还有人，还有一个人。好，那我们要把它解开。哇，这个要慢过去这边，所以你们两个要蹲下来，让当当过去。当当，当当过来。好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按你们两个手放低一点。哎，你过来。然后你，等一下，你们两个过去，你们两个蹲下来。哎，不行，你去当当。然后你手放低，我们两个手放低，过去啊，过去。丽妍过来，好，王丽妍过去，这样姐打得更死啦。你回去，好，停，我们停在这里。我们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，一下是你过去还是谁过去？对啊，丽妍已经来回好几次了。对啊，因为丽妍都不会啊。是你，因为丽妍都不会啊。还有呢？他是叫我走啊，指令。他是指令，还有呢？当我们遇到事情解决不了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办？想办法。想办法，想办法。还有一个呢？还有一个呢？保持什么样的心态？冷静，冷静，还有呢？合作，好的，赶快合作给我看一下，快点。然后过去，走过去，你们两个人走过去，我要过去。好，他要跨，他要跨，雨辰过来。好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然后又过来。王丽妍，想想看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当当，帮他想办法，快点。当当，有人过去。好。修姐姐，你是不是可以转个身呢？你回来，你看你转身，你看又更开了，有没有看到？然后看到什么？接下来怎么办？然后怎么办？谁回来？谁回来？谁回来？这里。好，来来，你们放低了，好来放低，让奇遇过去。好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我想到了，我们两个举手啊。我想问一下，大家停在这边，大家停在这边，我们全部都蹲下来。如果我们发现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上遇到一些问题啊。怎么样都解不开的时候要怎么办、啊、想办法那还是解不开怎么办？还是解不开的话应该那就放弃。放弃啊，你想放弃就是放弃，然后呢每一件事情都做做看。哦，每种有可能的事情都做做看，每种有可能就再做做看。嗯，那你呢？你觉得呢？要团队合作，要团队合作。所以其实我们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，其实不见得我们每一次都可以把所有的结打开。嗯，也就是我们在做很多事情，不是每一次我们都能够有完全的解决方法。但是呢，我们应该保持这些心态。嗯，这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体验活动对所要学的东西。嗯，好有趣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没有办法两只手挥手跟大家说拜拜了，怎么办呢？你们要继续解开。好，想办法。这样姐姐。好，那我就做 ending 了。今天考香读书会就到这里结束咯，下次阿达叔叔、薛荣姐姐还是会带来好听的故事，以及好吃的点心，还有 Uncle John 带来好玩的游戏。好玩的游戏，那我们下次见咯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